不要种这个东西呢，这不是种花花。形成漂流木的疑虑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处理它。好的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说，他们没有拿这根，绝对不是为了要标售林木，是为了往防灾的。这个是尾巴的，有裂痕的，不要了，丢在这里。这个要会流到同门。1月20号星期晚间10点，公示我们的导播出，把树还给山林。